我们都是奔汤地酒大力士，你能吐水，能吐火，能吐还有隐身吧。你看等会儿，我好像没有爸爸，我的爷爷抚养我们长大的。七个人，您琢磨七个孩子怎么养啊？怎么养？浇水呗。起名字。吃谁？琢磨他大哥厉害呀。大哥呢？他大哥赢了。我大哥多长时间？俩礼拜。对。上了都泡芙呢了，都泡芙呢了。你瞧。大娃，剖开。藏猫猫藏好了，捉迷藏啊，捉迷藏大家都藏，在哪儿藏都有。嗯，有那个在地窖里藏着的，地窖菜窖啊，菜窖里藏着的，有水缸后头，我被窝垛后头，草垛后头，嗯，哪儿找着都有。是吗？啊，他二哥藏最好啊，在哪儿找着呢？到现在没找着。二娃偷开，他三哥接着说吧。三哥怎么还？他三哥逃啊，上学把脑袋塞书桌堂里了。把他干嘛去了呢？就是小时候我也塞过呀，可是我出来了，那三哥没出来，脑袋卡里头了。就是校长拿着锯过来了。那会儿学校条件也不好，是舍不得锯桌子。啊，那就锯脑袋呀。三娃剖开，说到他四哥了，挨个儿没有。小时候我们好玩，那这都太危险，玩什么呀？嗯，玩砍沙包。砍沙包，砍沙包，你琢磨，有小男孩，有小女孩，画两道线，啊，画两条线，小女孩在那个线里边，两边都小男孩，男孩坏，是，男孩劲儿都大呀，啊，对不对？他不直接打你，他掉包。掉包那边接住了，喊定，中间就不能动了啊。那帮定就定那儿啊，帮定了啊。小姑娘这都定那儿了，定那儿啊。他不好好打，他瞄着后腰，哦，瞄着后腰，那口袋都是什么的？都是那个小米的或者大米的啊。打一下不疼啊，填充物。他换包，他换包，换什么呀？兜里掏出一铁沙子。又照着小姑娘后腰，嘿！小姑娘生气，生气没用，没多大劲儿，打我。嗯，这劲儿小啊。是，我砍死你！打不着人。是，他老弟出招，他老弟出招怎么办？嗯，他也觉得人家掉包，掉包不这么打，这么打撇不远，往上搂。掉包，我去，那边小姑娘接住了，哼，定了，动不了了吧？是不是都动不了了？你看我怎么打你？好，没用，这没劲儿嘛，这不让你打我，还换包，我也换，拿出一铅球来打。四哥没了，那到谁了？到老虎了吗？老虎，老虎是个英雄啊！老虎是个英雄，钢丝儿啊，钢丝儿往店门里杵，哎，店门里杵，他要撒开了呢，他要一撒开没电着他，他快，要电着他了呢，哎，店门快，哦，那谁赢呢？电赢了呗。四娃、五娃、扑街，老六今儿最倒霉。老六实在太倒霉了，那打，踢掉了，哎，掉了，下车，打，老六都哭，爸爸，我不想上学，手，他爸爸只能掏裆，驮着老六掏裆，走着，孩子也不知道怎么着。脚眼车轱辘里了，哟，他爸不想让，怎么这么沉呢？站起来蹬，鞋都甩丢了，鞋都甩丢，他爸说鞋呢？等着啊，等着，
冰车往这一支，老刘在冰车坐着，他爸回去捡鞋去，捡去吗？捡鞋去，车停地儿也好，哪儿啊？火车道。对。可巧这会儿来火车了，在那边呼就过来了。那太危险了。哎呀，怎么了？哎呀，万幸了，啊，这火车有闸。火车没闸。六娃，偷盖。我就喜欢那个找虎牙的小姑娘。是啊，这小姑娘小名就叫虎牙。哦，不是，为什么呢？这小姑娘一嘴虎牙。华妹当时就急了，多新鲜！咔嚓咔嚓，干嘛呀？没俩桌子。桌子给砍了。老师台上讲课呢，早点出现，我三哥不至于死了。给我赞。